大家好，我系Ivy Chan， 欢迎大家收睇MCTV。 今日我为大家报道一下农历新年喺 Millbrae 市嘅一啲活动，同埋一个新嘅巴士服务喺 Millbrae 市。但喺我哋睇呢两项报告之前，不如一齐重温一下1月20号喺市议会会议入边一啲嘅摘要。重建局收到150万嘅捐款，最主要系喺 LF George Properties 嘅 Bellamore 嘅重新建设计划入边，系 El Camino 同埋 Chapman 呢一段系俾低收入嘅房屋喺 Millbrae 市嘅。 市場推廣經理 Henry Lam 係喺呢度發放呢個消息，同埋捐獻出呢一筆款項俾 City。臨時家庭係喺 Millbrae 市作出好大嘅貢獻，佢哋嘅貢獻係非常之慷慨嘅。佢哋係支持唔同嘅活動喺 Millbrae 市，例如 Relay for Life 或者係 MCTV 呢個播映嘅贊助。我哋係好誠意咁多謝臨時家庭對我哋嘅捐獻。首先，臨時家庭佢哋係住喺 Millbrae 市，亦都相信係貢獻翻俾呢個社區。我哋好希望嗰個計劃重建計劃可以早啲完成，同埋我哋都係可以早啲歡迎新搬入 Millbrae 市嘅居民。City 亦都批准咗一個新嘅建議，係 Peninsula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， 簡稱 PCBA。 係關於2011年嘅巡遊計劃，本應呢個新年嘅巡遊計劃要取消，但係因為經濟支持嘅問題，但係因為姊妹議會同 PCBA 有一個聯繫，希望大家可以合作，所以我哋2011年嘅農曆新年嘅巡遊會可以順利舉行。咁大家記住個日子啦，係2月26號星期六上午10點半到3點半喺文化中心廣場嗰度舉行，就係喺 Library 同埋 City Hall 中間嗰度嘅。到時我哋會有免費嘅娛樂同埋 示范，另外亦都有舞龙嘅缘由，希望大家准时一家大细嚟到一齐玩，希望大家可以喺见到嗰度见到大家。另外，我哋1月20号摄录咗系商会同埋扶轮会嘅一个每年嘅商业聚会餐宴，喺嗰度有3个奖项发放咗。首先要恭喜 Page Meats 嘅获得系商务大奖，16 Mile Restaurant 获得 飲食大獎，亦到另外 volunteer in policing， 我哋嘅義務警察獲得卓越大獎，呢啲獎項實至名歸，恭喜呢3個機構。另外，大家亦都知道啦，如果你想去邊度喺 Millbrae 市都要揸車，同埋送細路仔翻學亦都要揸車。如果大家唔想揸車，一定要去到自己想要嘅地方，咁你話幾好呢？ 係啦，有個好消息話俾大家知 ，City 啱啱收到一個捐款，係作為一個巴士嘅測試服務測試。我哋係喺2月份會作為一個巴士嘅路線。首先，我哋會係抽出咗學生、年長者同埋成人，加上我哋一個商業嘅機構，我哋會係計劃佢哋嘅路線係可以提供呢個巴士嘅服務。咁 呢個巴士站大概會喺Millbrae、Caltrain嗰度開始，跟住會去到 Mills High、Spring Village Elementary、Meadows Elementary、Taylor Middle School，然之後會去到 Millbrae Recreation Center、Green Hills Elementary，然之後最後會去到 Cappuccino High 同埋 St. Dunstan's。OK， 咁呢一個係會帶到大家好方便嘅巴士服務，亦都係由朝頭早嘅7點半到9點半，另外2點40分到下晝嘅6點鐘，每一程只係收費2蚊，而中間亦都有一個另外嘅服務係由朝頭早嘅9點半到2點40分係由的士嘅服務贊助嘅，只係需要24小時 call，打電話去預約，咁就會送到你去downtown城市中心。 或者去到 Peninsula Hospital， 每程收費係4蚊。OK， 如果大家想享受呢啲咁樣嘅巴士新服務，請大家踴躍乘搭。我頭先都講過啦，呢個係一個測試，所以 City 會喺5個月內測試下乘搭嘅人數，睇下呢個服務有冇繼續需要嘅舉行。如果大家想呢個服務繼續舉行嘅話，就一定要踴躍，快啲多啲搭呢個服務啦。City 會發放出一啲簡章係
話俾大家知點樣去承搭呢啲巴士服務，令到 MCT 另外 MCTV 都會盡量喺呢一度作出一啲簡介嘅，希望大家注意。好啦，而家係一啲我哋嚟緊嘅幻燈片嘅消息。喺2月5日星期六，我哋嘅義務警察會做一個 e-waste， 係一啲電子廢物嘅回收。在回收方面呢，我們可以免費回收到一些螢光幕啦、手提電腦、平面電視、手提電話和一些打印帶的，全部是免費的。而另外一些電器方面呢，例如電腦啦、電話啦、影印打印機啦、 DVD players 或者是 VCR 那些呢，就$5一個收費的。那所有的捐款收費呢，是會用來作為義務警察的訓練和他們的制服的支出的。那請大家踴躍參加這個活動呢，就會在Millbrae 市的平台商場那裡舉行的。記住了，是星期六的2月5日9點到4點。另外呢，在2月11日，我們的扶輪會有一個每年的農曆新年聚餐，在彩蝶軒海鮮酒家那裡舉行，時間是6點，有10道美味的菜式。如果大家想參加的呢，每位只是收費$50而已。請大家電話預約，電話是 650-678-0715。 另外大家可以 email 給 millbrae.lottery.com 那裡預約的。另外，我哋嘅要多謝獅子會同埋我哋嘅義務警察，喺1月22日嘅時候做到我哋嘅捐血服務。我哋已經收到17位捐血人士，咁大概可以救到51個生命。多謝大家嘅慷慨捐血。另外有啲消息係俾我哋嘅長者嘅，喺2月9日，我哋會有一個 double warming 嘅優惠俾長者，佢哋會享受到一個朝頭早10:30開始發放嘅 Growing in Millbrae 嘅，喺 Millbrae 成長嘅電影發放。我哋知道有啲朋友咧已經睇過預告，但係咧呢個 movie 係越做越好嘅，希望大家唔好錯過。喺12點嘅時候咧，我哋會有一個生日2月份生日嘅午餐聚會，係俾啲長者嘅，只係每位收費$5，包括午餐啦，同埋生日蛋糕。另外 ，of course 一定有 bingo game， 即係話之後我哋會玩一啲遊戲，咁希望大家參加，但係一定要喺2月7日係訂位嘅，嗰個電話係2592360。另外咧，我哋另外我哋唔知大家有冇收到1099嘅報税單呢？如果你大家未收到嘅話呢， AARP 係今年又再次贊助一啲長者低收入嘅税項嘅幫助。咁佢哋呢就會係幫助一啲低收入嘅年長者係報税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請大家一定要預約時間同埋日子嘅，電話係2592360。OK， 我哋係多謝 American Association Retire of Retired Person 嘅幫助。OK， 最後咧，我哋要如果長者係覺得天氣回暖啦，如果大家想去旅行、去郊遊外邊出去玩下嘅話咧，請大家注意 Senior Lines 嘅1月和2月份嘅報告，入邊有好多唔同嘅節目旅遊嘅地點可以令到長者可以參加嘅。最後，我哋 MCTV 都喺 Twitter 嗰度出現。如果大家想喺 Twitter 嗰度同 MCTV 聯絡下嘅話咧，可以去到 MCTV_Millbrae， 係下劃線 Millbrae 嗰度可以揾到，亦都可以喺我哋個網站 MCTV.TV 嗰度可以睇到嘅。我哋 MCTV 都做咗 PDA 嘅加進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用大家嘅 smartphone、大家手提電話去到 PDA 嗰部分，俾我哋一啲建議，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。我哋未完成，但希望大家俾一啲建議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好。OK， 喺呢度我首先要多謝大家收睇，令到呢個節目咁成功。另外我喺呢度祝大家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，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多謝大家收睇 MCTV， 你嘅社區 TV。